你有曾经恨过漂亮的人？有曾经恨过模特儿。为什么？因为看到他们走在伸展台上，然后就觉得哇，那个腿，哇，那个身材，哇，开始减肥，但又做不到。所以只要他们不要高，就不讨人厌，是不是？还有那个比例不要好成那个样子啊。所以只有脸漂亮的话，只有脸漂亮，你就不会恨他们？那个还 OK 啊，我也蛮正的。我对自己有信心。那如果很高，可是很丑，也不会恨他们，对不对？ 如果比例太好，也会有点嫉妒。哦，所以你恨的是身材超过脸蛋。对 ，OK， 那如果又高又漂亮的话呢，就比较恨那个身材。就假装没事走过去踹他一脚。<笑>没有啦。我不知道你要恨今天这四个人是哪一个，就都还蛮可恨的吧。对啊，蛮可恨的，不同型的。欢迎四位。今天四位贵宾都是 model， 出来的，可是他们现在开始做不同的事情了。不要轻易站起来。<笑>干什么？就是一站起来，你知道，我们就看起来会很像平凡人。你猜他们四个谁最高？蒋怡看起来最高。<笑>你说超过两个男生吗？对啊，因为蒋怡的脸蛋长得很高的感觉，高个子脸蛋。所以，那可能因为我脖子比较长，所以感觉起来那个比例来说，蒋怡有超过175吗？有。 好高，那就很高啊。对啊，所以郭彦均应该没有那么高吧？因为我们脖子包起来。你们俩今天感冒吗？你们为什么要包脖子？宣传服啊，造型嘛，冬天嘛，快要元旦节了。而且也是真的有点小感冒。温馨的感觉。郭彦甫是哥哥吧？错。是弟弟。我是弟弟。通常弟弟都会比较老气一点。 真的，你不用用到老气这个字眼吗？就是弟弟会比较成熟，你是不是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被认为是哥哥，对不对？越来越，越来越是这样。你比他晚出生一分钟，只有一分钟。可是我妈是剖腹生产，如果是自然生产的话，我应该是哥哥啊。哦，对啊。哦，所以是这样分的，一点道理都没有啊。有啊，这一剖腹，他本来是要从这出来，但一剖腹他从这出来，所以比较先出来了，就是对，进电梯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出电梯的时候就不一样，对不对？ 所以郭彦均有拿出过哥哥的派头来对付弟弟吗？派头，就是说可以教训他吗？你们两个就是从小以前到现在，比如说以前小学要缴学费的时候啊，就是他的学费是放在我这边的，然后到缴学费的时候那一堂课我就去他们班教室找他们老师帮他缴，所以好像他妈，对，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就是照顾弟弟的那种角色，对，他从小到大。 他一直都是伴我成长这样。对啊，对啊，什么叫伴你成长？你是台湾长大的。他是你的小叮当啊。他是会，还蛮照顾我，就算是现在也是一样。身高完全一样吗？一样。OK， 所以你们有比蒋怡高吧？接近。差不多。接近。蒋怡出来来。哦，不要，他不高跟鞋。没关系啦，什么？你是 model 哎，你是男人。搞的。刚才他没希望让我站起来。哇。 哥，我们赶快离远一点，那是危险地带。没关系，没关系，那么多年。小弟，你不要靠近我。你不要再活在幻想中，谁不知道你就是这个样子了？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嘛，其实有差。把脚跟放下来。哎，你原来你有人把脚跟放下来？我没有，我没有跌了。哎，我以为人家不是称你们是男生版的林志玲吗？ 那不就表示说你们是男生版的林志玲吗？是王牌，但是身高不像林志玲这样啊。啊，是要看比例，不是说高度，是不是？是啊。蒋怡，其实你不用因为来上节目所以踩高跷上高通告。蒋怡真的身材很漂亮哎。好了，你看。哎呀，真的好玩，好感动。我还没有人敢这样子。有你蒋怡在金马奖的那个星光大道上，她跟。 黄子佼他们在，对啊，你跟娇娇一起主持的嘛，对不对？娇娇在中间，你看娇娇都没有生气了。对啊，哎，我们太可以一起走一个秀哎。对啊，我就只秀脑袋，对不对？对，然后上面就被你遮。你跟你说你们俩这样保持前后关系走秀吗？可以，右脚先出哦，预备。右脚吗？好吧，好吧，对，气。太好，摔倒了。这是鬼附身的走秀吗？怎样？怎样转身？ 往后退，右脚先退。<笑>好怕你中间先踩到我，<笑>不好看，这走秀真的太吓人了，<笑>很诡异。OK， 所以蒋怡你是 model 比赛出来的对不对？没有啦，不是吗？model 比赛对大家都以为，其实那个只是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就去玩一下，然后。
但是那个对我以后做 model 是没有什么影响。那你真正被发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是在香港在街上走的时候，就有 model 公司就找我去。因为你太突出了，这么高，很难不被注意耶。对，洪小玲多高？大概173吧。其实173已经算高了、okay. 可是我看到蒋怡我真的觉得我好矮、啊、对啊，郭彦甫其实稍微他一直在盯住在驼背，你知道吗？就快收听了。对、啊、我劝你把围巾拿掉，我劝你把围巾拿掉，看起来会高一点。哎，他一直在踮脚哎，他真的在踮脚啊。对，叫你弟不要这样。我觉得你们宣传服应该改高跟鞋。我现在围巾拿掉了，不擦那围巾了。对啊，他怎么能够随便就把这样的衣服穿上身去啊？对呀、啊，好漂亮。这别的女生可能得勒得死去活来才能穿上吧。哎，如果我跟你就是比如说初次见面，然后要当朋友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哎，你好。这个视线很容易就平视，你知道吗？对呀、啊。你会介意吗？不会啊，不会，不会啊。所以你从小就这么高吗？一直都是高个子吗？对。就是从来没有是。突然某一年爆发，我一直是，我记得我们家以前有那种每年元旦去量一量，然后在墙上画一条线，那个、我的那个线是10厘米，就是很夸张的。然后中文叫见风就长了，就是风一吹就会长大那种。对，就是我以前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可是元旦节我才是这样。哎、欸，你有没有盯住了？那你有真未必啊！不要，你不要烦他、啊。你有被逼着去打篮球吗？有啊，一定会啦。可是其实不喜欢。可是我是上大学一进去就被那个叫什么，我们新生篮球队，就是第一年就一定要搞一个篮球队去打篮球、嗯、然后我就被那个之前的师兄就来做我的私人教练哦，就每一天下午抓着我去打篮球，可是到真正比赛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让我上场。所以他是爱你的，对呀、啊，我根本就是暗恋你。没有啦，就是跟你接近。没有啦，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应该是会打篮球的，可是到最后，就是集训了大概一个礼拜，每天下午都去练，然后他觉得我还是没有希望。你的运动细胞怎么样？我还好了，可是我不喜欢打篮球，我以前是打排球的。那你有曾经希望自己不要再长高了吗？有啊，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160几快到170的时候，我就已经希望了一次，可是没有用。OK， 然后到175的时候，我又希望了一次，又没有用。后来我就想，千万不要突破180了。OK， 这次终于成功了。嗯，对，还不晓得哦，搞不好过几个月就要破了。过几岁还长高？回去狂喝牛奶这样子。哎，郭彦均可不可以来一下？然后看看你。你们这是习惯了轮流这样。你站在。郭彦甫旁边，你干嘛要这样看我们哥旁边？这种伤害我，所以那个我先问洪小玲好了。洪小玲，这两个男生纯粹从外形看的话，喜欢哪一型？就不要管你认不认识他们。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长一样哎，不太一样，我觉得不一样。真的吗？就如果从味道判断的话，谁会是比较你觉得有趣一点的个性？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脸。太像，没就是感觉不出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女生通常会聊了一个可能觉得感觉蛮好，但是马上就忘了自己是跟谁聊的。对，会。所以蒋怡也分不出这两个人吗？他们要两个都正面对我，我还分得出来。正面对你，正面就是正面。为什么正面对你就分得出来？有区别啊。哪里？就是一个脸比较瘦嘛，有一个脸就比较瘦，轮廓就比较瘦。转回来。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是属于比较那种可爱的小男人。所以就是装可爱嘛。然后他是比较成熟的那种，比较有点粗犷型的。不一样，味道不一样。谁比较吸引那个熟女？对，就年纪大一点。对，我会比较喜欢。那你比较吸引少女，就是学生那种的。哦，自己很清楚吗？哈。然后你们有那种感应吗？心电感应吗？那个蒋怡，你现在带那个郭彦甫到后面去，我可以自己回去。到电梯里面去。你们俩到后面去。然后你对他做某一件事情，然后我要考外面的那个哥哥有没有感应的出来。我们现在已经把蒋怡小姐呢跟郭彦甫先生送到我们的电梯里面去了。那接下来蒋怡会对郭彦甫做三个动作，我们要看看他的双胞胎哥哥郭彦均能不能够猜到其中的一个、两个，或者是甚至三个哈。双胞胎到底有没有心电感应呢？我们现在马上为大家揭晓了。这是专业版的模特走秀。这是连儿童都嫌弃的哈比人版走秀。哎，怎么走儿童路线啊？哇，好糟哦！这什么
你是圆规吗？圆规。Check it out。双胞胎到底有没有心电感应呢？我们现在马上为大家揭晓了。啊，蒋一，请做第一个动作吧。艳福，你艳福不浅啊。蒋一做好了没？做好了。好，做第二个动作哦。感应，用感应的，听不出来的。好，第二个动作。放轻松，你越放松，你越感觉到。好，蒋一做第三个动作喽。弟弟现在哪里兴奋呢？你有感觉的。蒋一完成了没？完成了。好，请出电梯吧。他的心情是如何呢？感觉放轻。好，他们已经回来了。我发觉艳福脸上很心看不出来。我让蒋一，你要把那个，你要把郭艳福的两只手抓住，不要让他比任何的。好好好，对对对，他们两个很好小动作。对呀，我还有眉来眼去。不准动。好，郭彦均，蒋一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摸头。这个不是顺序之内，但是是对的。是三个中间的一个吗？对对对。不一样吧？有吗？再来。拉围巾。好，那你做这样拉，有吗？那我不是这样子，这样子，差不多啊。所以他刚刚怎么 pass 给你这个消息的？他没有 pass 啊，他没有 pass 啊。在电动门快要开的那一秒，他还说围巾围巾，对对对对。啊，好低级哦。对啊，你好像没有感应就算了。后来我跟他说不能用了，因为不行。结果他还是用啊，而且还是开到。那还剩一个，再来一个。所以刚刚两个，刚刚两个都不算，算你都是靠 pass 啊，对，靠 pass。最后就靠你自己的实力啦。我们真的要靠你们来相信双胞胎是有感应力的。台北是什么？台北，哎，还不错啊，还蛮接近啊，靠近。你是靠什么知道的？喂，可是我这个高度就只能这个范围，好不好？难道你为什么没有吻他？他干嘛那么吃亏啊，蒋一啊？只能说你们两个 pass 打得非常。可是我们没有打 pass。我们刚进来以前访问过那个宋达明跟宋一鸣啊，他们说就是，比方说哥哥在跟一个女生的时候，弟弟就会突然有发麻的感觉。真的还假的？很累。有一次小时候我放学我就直接回家嘛，那他会送他小女朋友去坐公车这样，然后我呢，我一回家在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就筷子放下来，我就。心悸，然后心跳很快，然后耳朵都红了，这样。真的。对，就他当时在干什么？对，然后后来我妈就吃饭吃一吃，打电话给你妈，不，打电话给你哥，看他在干嘛。哦，你妈完全了解。你妈最了解。对，当时你是在吻你的小女朋友。没有，那时候是因为小学嘛，你喜欢女孩子是很那种。很紧张。对对对，每一次学校会很期待去学校那种，然后就下课陪她去坐车，也就这样而已。就这样。对啊，当小学。那后来。郭彦甫还有感应到别的他的恋爱经验吗？比较特别的是这一个，然后他有一次是他出车祸的那一天，其实是小擦撞哎。那我就是我会边走边看漫画书嘛，看一看，然后就撞到电话亭。电话亭应该只是你边走边看漫画书才撞到的吧？但是同一天，这没有什么好纪念。可是撞到电话亭不简单哎，很少人可以走路走一走撞到电话亭。你边看漫画，你连撞到。电线杆都有可能啊！我听着贺大哥讲说，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然后妹妹右腿就右大腿痒的时候再抓，然后姐姐右大腿就会痛，还一直拉扭。所以没有那么灵，对不对？没有了。其实因为生活环境很相似啊，那所以一些身体的反应啊，或者是心里想的、啊、什么都会是一样。相处久了，反那个默契。会不会同时爱上一个女生？之前有同时爱上过一个女生。小学的时候，好，我们有郭彦均、郭彦甫的广告影片，请大家一起观赏。这对双胞胎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他喜欢平静稳定，他喜欢冒险刺激。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幸福需要因人而异的呵护。你这个陈写错了，你就是喜欢这个陈。对。
好气哦，跟后面拍 MV 的差好多。他们拍出来比较像大人，那个穿西装的，对呀、啊，不是大人，是中年人。因为我们扮相就比较成熟一点，小时候就是成熟脸。哈，对啊。那有广告导演是因为你们不是双胞胎而选中你们去拍广告的吧？不是，只是看中你们双胞胎题材只有那一支，几乎后来就是都是分开的，都是分开去试镜，因为。我们拍广告去试镜的时候，名字是不，他不是用他的名字，他是用另外一个名字的。为什么？因为怕导演说两个人太像，因为他拍的广告，如果我在拍的话，导演可能觉得说曝光率太高了。哦，对啊，有啦，不太一样。所以你们谁接的广告比较多？差不多。大概讲一下嘛，一年大概几支？两个人平均？去年两个人加起来四十几，快五十有。真的还假的？赚翻天了吗？没有，那时候奥运的时候，那时候2004年奥运的时候有那个有连续三档同时上，不同的产品，不同产品，不同产品。然后电器啊，饮料啊，两个人加起来四十几个的，可是拆开的话谁的比较多？哥哥稍微多一点啊，因为他还是那种阳光笑容灿烂为主的。然后你是比较为什么你不有阳光笑容？型不一样，对啊。那你们对镜头一起，你们对镜头一起阳光笑容，他很怕笑。那个不要真的发自内心，要不然我会觉得一号摄影机哦，哈，我喊一二三，要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好，假装要拍照喽。一二三，七。真的耶。艳福在尴尬什么？郭晶的比较，而且我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这样。对，对，你比较甜。好，那我们来酷一个好不好？好，来酷。一二三。问一句，你不会酷哎？对啊，谁比较能发脾气？差不多哎，老实讲啊。老实讲啊。好了，我觉得我脾气比较不好。真的吗？我脾气比较不是都很像吗？为什么会有一个脾气比较好？可是我比较会稳住，不会表现，不会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啊。那我只要觉得苗头不对，我就会退下，我就不会两个正面冲突就会比较危险。因为我可能从小到大当哥哥当习惯了。然后长大之后，可能他有一些地方也不是希望被人家拘束，然后我就会我那种习惯还没有改掉，就偶尔会让他会不舒服。OK， 你们两个谁功课比较好？功课比较好，差不多吧，差不多。你们两个功课没有分科目比较烂的是哪一科？是不是？没有，数学吧，数学蛮烂，数学都很烂，两个都烂，数学蛮烂的。那蒋怡呢？功课最烂的是哪一个？蒋怡是在江苏长大的。我在江苏长大，但是我大学是在广州读的。哦，所以你广东话很好。对啊，我广东话在大学的时候就会讲。你大学念什么？念英文跟商科，跟商科。对。那你本来想做什么的？我不知道啊，可能是 office girl 吧。你那么漂亮，为什么要念大学？啊，我小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漂亮啊，很自然。没有，就是家里的人都是读书人啊，所以从小就觉得一定要读书啊。哦，所以如果你是走商的话，你也可以当一个很漂亮的 secretary。我觉得我不会吧，我超级会英文，我只是想要到那一句，烦死了。secretary 听得懂吗？听得懂。好，那洪小玲功课最烂是什么课？我记得我小时候。数学最好，国文最烂，国文都考个位数。你数学最好啊！以前国小的时候，很少听到女生数学。对呀、啊。可是我到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越来越烂了。好，我们手上有洪小玲小姐的平面的。哇，这其实当 model 是不是很过瘾？因为各式各样的衣服都可以穿到。对。你最喜欢穿到怎么样的衣服？其实要看哎，就是看你每一季它流行的东西适不适合都，适用在你身上，并不是说所有的流行的东西或者所有的色彩在你身上就一定适合。其实也是要看你那个人的长相，还有你整个人给人家的感觉。洪小玲，你最满意的自己的身体部位是？我这里。为什么？锁骨。因为我的肩膀很平。其实我的身高。啊、你稍微把外套宽一下，不要，我觉得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好了。你可不可以来这边走一个秀，然后走到定点的时候就是要脱外套，就秀里面的安排，这样子展示一下。好好。什么样的健身方式竟然令人如此脸红心跳呢？好，然后你躺下，你把你的手抓着我的脚踝就可以。啊，这么刺激？对，这个这很有用，抓着我的脚踝。
因为害羞会有这个视野。哎呀，这好吗？很健康，这很邪念，好不好？很健康，你健康一点啦。我是如果想要对你表白，可以这样画一个爱心吗？画一个爱心。Check it out. Oh yo.哎，怎么走儿童路线啊？哇，好骚哦！这什么？你是圆规吗？圆规。那我要走正常版的吗？当然，走专业的啊。就是。OK。你的肩带明明很好看、啊。很好看啊。对，锁骨的意思是那两块。对，因为我觉得我这里很平啊。对，他脚没有那两块锁骨吗？他应该也谁没有那两块锁骨？他没有，因为我看过有人没有那么明显的。嗯哼。好，所以蒋怡，你最满意的部位是哪里？我觉得都还好啊。你的肤色是晒出来的吗？没有，是天生的。真的假的？这么黑又这么亮。不算黑啦，真的，我可以更黑，可以黑很多。这样还不黑啊？这样还不黑啊？我这里已经是最白的时候了。我前几天回香港，我的朋友都说你白了好多。你看洪小玲多白。对啊，我觉得。可是不能在一起。可是她真的黑得很漂亮。对啊，是很漂亮，只是说她我不是说我长得不黑有点。那我不是说我生下来就这样，我只是我生下来就很容易吸收阳光，然后一出门就黑了，然后黑了以后还不会变回来。所以那蒋怡，我想要问一下，这个黑与白不会影响到你走秀嘛？对不对？不会啊。那你们在香港的话 ，model 走秀一场的薪水会是多少？要讲这个吗？反正你现在不是 model 啊。我记得好像是，通常的价钱好像是6000港币吧。哇。哇什么？没，还好啊。6000港币，2万多。一场哎，你要换很多套吧？不一定咯，换几套，可是不是以几套衣服来决定的，就是一个秀来决定。对，一个秀。那个行情有比台湾好吗？那个是通常的，差不多，差不多。一场的意思就是说，从你们抵达现场开始，没有化妆弄头发，没有之前还有试衣服啊，可能还有 rehearsal， 然后再化妆之类的，都算在这6000港币之内啊。那要花多久时间？多久工作天？如果快的话可能一天啦，有的慢的话他试衣服要在之前，试衣服跟 rehearsal 要在之前，可能一天半这样子。那郭彦甫、郭彦均也是走秀的 model 吗？男生有比较吃香吗？比较少在走秀，哎，广告比较多啊。对，很得意啊。没有啊，彦均脸上一直露出得意的表情。没有啊，真的是一年拍40几支。所以你们是一开始当 model 就这么多广告可以拍啊？从来没有那种在家里等很久的，就越来越多。试镜就是试镜之后就是录取的几率。其实之前在拍广告之前，我们其他还是有从事别的工作的。像什么？像他就是在国小当实习老师啊。现在很少。真的？对，那我就是有在教画画，然后有画那个小印章之类的。画什么？小印章？就是那种小图章啊。小图章那种模。对，然后我还有教体适能啊，这样。你来教一下阿雅好不好？哦，我就教他做一个简单的那个仰卧起坐，可以练腹肌的，好了，就躺在这边这样。好啊，阿雅可以吗？那你老师你要指导我啊。哦，好，然后你躺下，你把你的手抓着我的脚踝就可以。啊，这么刺激？对，这很有用，抓着我的脚踝。因为害羞会有这个视野。哎呀，这样好吗？健康，这很邪念，好不好？很健康，你健康一点啊。我健康。双脚，双脚要。然后你的双脚要伸直，然后你起来踢我，对，踢我，直上直下，对，可以前后左右都可以。这是训练。可是不能，不可以点到地板。这个很累。不可以点到点到地板。哎，对对对对对。啊，都可以点到地更多。你为什么一直把它脚往斜的方向推？老师，如果想要对你表白，可以这样画一个爱心吗？画一个爱心。其实也可以啦，也可以。阿雅，你不要闪到一样。可以。好。阿雅，你还好吗？有点累啊，但还蛮嗨的。你要画爱心。可是刚刚那样有乐到吗？就还不错啊，这蛮有效的。你只有指导小朋友吗？小朋友也有，家长也有啊。阿雅想请你当个人教练。没有，我觉得他如果是指导那种，比如说妇女熟女，对他应该会很受欢迎。那你为什么不去指导熟女呢？
都有啦，其实也有。对，那熟女有趁机就是乱弄吗？其实不会啊，其实我很分得清楚的，我不会乱来啊。嗯哼，对啊。所以你这样把脚拨开什么，就是很认真的，从来都不能调情，很认真啊，因为真的需要一些成绩啊，不然他永远都那么胖。老师，我每天来上课都那么胖。对，是啊。所以是在公共的教室，不是一对一的教练。只要是空旷的场地就可以了。嗯，那你可不可以拿你的纸笔过来画一个你讲的小图章给我们看一下？对，我不懂哎，小图章是画好的以后要刻成图章盖吗？现在很流行，就是百货公司有没有那种专柜在卖那种图章，有树啊，有那个圣诞老公公那种图章，就你可以自己做，对不对？然后写卡片给别人，写信给别人就盖一个。那他有靠那个赚过钱吗？有啊，当然有啊。就是教学教画是不是？不是，那个他画完之后会卖给那个就专门在做图章那个他。可以收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钱？版权吗？还是什么的？啊，设计费。对对对对对。好了。好了吗？郭彦甫。好。等一下我先说明。之前。因为简单化，而且目前没有题材，我就画我们的 mark。那，蒋怡跟洪小玲要你画的话，你会画谁？我会画谁？很难选择哎，很残酷的选择。我会画洪小玲。为什么？对，因为他比较没有那么高，比较不会超过那个画质。你到现在还在生气这件事？你可以把画质横过来，这一个画一点画质啊，我只背画质嘛。啊，不要为难我。你有靠画这种小可爱的东西去迷惑别人吗？有，没有？以前我交女朋友，她的情书啊什么，我几乎都是用自己用手啊这样。现在可能电视机前有人正在拿着你画给他的东西，然后一边哭。你这是要骗我的？所以我的圣诞卡我不会去买，我都是。参考啊，看书啊，这样，然后自己画出来，對對對，这样很有诚意啊。对啊，嗯，所以其实虽然长得酷一点，还是有这种耍可爱的招数啊。我跟你讲，这种得分更高，因为你以为他很酷，就他一做出贴心的东西，你就觉得哎。那郭彦均的杀手锏是什么？共同的共鸣，你只要点到那个共鸣，让女生感动到，其实不是那么难。比如说呢，你讲的太那个笼统了。比如说最简单就是你在一起的那一天，还有你在一起的定情的地方。还有你跟那个女生的初吻的地方，这个女生都永远永远记得的。还有吗？真的。还有小林初吻在哪里？你看吧，她不记得啊。没有，我遇过都记得。好，小林你是真的忘记了吗？没有，我在想。加油加油，蒋怡记得吗？记得啊。所以是在？在广州啊，在读书的读大学的时候。大学校园吗？没有，在校外。OK。对。所以。洪小玲想起来没？也是啊，也是。也是学校里。外面。校园外面。好，那郭彦均呢？在一个公园，然后那天下雨，在一个售票亭的那个遮雨棚下面。啊！你看他记得这么清楚。你叫人家怎么卖票？没有啊，下雨那个时候是晚上了，他已经没有在卖票。空的售票。对，游泳池的那个售票。那时候我在家吃饭了。所以你就可以心悸了吗？然后口水流很多出来，是不是？有水滴到头上。好，我手上有一本蒋怡小姐的作品，哎，蒋怡过来吧。她来了。她来什么关系？有点走。对。好，这是你在香港出的书。嗯，对，刚刚出的。然后你，听说你主持料理节目都穿很少。嗯，就会像现在这样，或者穿小短裙子，就这样很酷哎，因为。就是你知道何必一定要穿得很保守呢？对啊，而且因为大多数的料理节目都是一些太太在那里教大家这个这盆是盐，这个是糖，这个是什么一排，所以你是代表新时代独立女性，可以在家自己做菜。没有，我就是想告诉现在年轻的朋友，其实做菜也是一种可以很时尚的事情。对啊，是啊，因为我会穿成这样子去买菜，就是电视会拍，我的节目会拍。你穿成这样去买菜？对，我会穿得很性感去菜市场，然后买完回来真的开始煮，因为那些菜要我真的自己去买啊。那你会拿着小黄瓜在家里走台步吗？我不会这个，除非你有特别要求。没有，我们还有一些嘉宾上来，然后我会跟他一起在厨房聊天，一边在做那样。那你有？就是里面不穿，只穿围裙吗？郭彦均与 Ella 恋情火了加温中。SHE 三个女生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那个 Ella 的相处时间比较多，因为我们对戏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对她比较了解一点。对啊，所以你们的绯闻是真的吗？郭彦均讲了啦，啊什么东西？可是我没有，他说没有。让郭彦均恋情发展独家曝光。Check it out。就是里面不穿，只穿围裙吗？
不会啊，我不是成人菜馆，不是很健康的，好不好？那你很会做菜？很会做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我从自己一个人去香港以后，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就，因为我一直都很爱吃，我从小到大都很爱吃。哪有人料理书的序是穿比基尼在海边跟狗？没有，这个是编辑总编自己放上去的而已。你应该会让很多困在厨房的欧巴桑很讨厌吧？就是、不会啊，我觉得其实我有遇过一些，刺激到他们。我有遇过一些欧巴桑的 fans， 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现在女孩子还会煮菜哦。哎，郭彦均，你看，就是他连品尝蛋糕都要露出这种性感的表情啊，就是不经意的尝一口这边这样。对，这是摄影师要求。这本书根本就是卖给男生的写真集吧？没有啦，里面还有很多我家里面的小猫小狗啊，然后那些照片都是我拍的，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的。有没有男生叫你甜心苹果派？没有，好长。In your dreams， 好不好？哎，那你是专长哪一国料理？我就是做西餐比较多，对，因为我觉得西餐可以摆出来很漂亮，然后你会感觉吃的其实那盘东西可能是很便宜，可是你会感觉在外面高级餐厅都很贵的感觉。然后如果在家里面对自己在家，而且还可以点上蜡烛，放上音乐，我就是觉得想让大家都有这种概念，就是其实在自己在家里可以搞得很浪漫、很漂亮。这个是你除了模特之外，你真正想要去经营的一块领域吗？就是当一个就是时尚做菜专家。有啊，对啊，对啊，因为我那个电视节目其实都拍了好几十集了，然后对啊，都蛮受欢迎的，所以我觉得，然后再继续出这个书，我觉得我还可以再继续下去。可喜欢做甜食的人为什么不会变胖？我想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不公平，做完以后都是拿给别人吃的。没有，我自己也会吃。如果做的不好吃或者样子不是很好看，我就会全部自己吃掉。那有一些是故意做给自己吃的，因为是自己喜欢的。好饿哦。所以它里面有猫咪跟狗，哎，你有养猫跟狗？那些全都是我家的，那照片全是我自己拍的。还有一只老鼠呢？老鼠跟乌龟啊都有，还有乌龟你有没有见到？跟还有乌龟吗？跟冰淇淋放在一起的，好漂亮。你看这只猫咪在跟它吃蛋糕啊。对啊。因为这些照片是我自己在家里，我做出来以后我自己在家里拍啊，然后我拍的时候那些猫啊狗啊就自己跑过来在那里舔，然后再闻，所以我就把它们拍进去了，然后就变成我这本书里面就变成一个特色，就全是我的动物跟我的食物放在一起拍的。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生活啊，我在平时在家里面吃东西就常常我吃一口然后给他们一起这样子。那你很会演戏吗？还好了，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学习了。你现在都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之前曾经演过，最近一部就是在成龙大哥的那个《新警察故事》里面演一个坏蛋、哦，也不是坏女人，就是一群坏蛋，一群坏蛋，你是其中一个，是其中一个女生。對對對，我有看。你有在《妖夜回廊》里面演吗？有啊，演那个你有看过吗？我有看过啊，演那里面唯一的一个女生啊，她是跟吴彦祖对对对发生关系的那个。对，很多女生要开始打我了。演床戏会不会很尴尬？我觉得还好啦，因为那个之前那个导演啊什么都跟我沟通了很多，然后吴彦祖他本身也跟我沟通过。那是穿怎么样演？就是穿好像前面有 bra 那样贴着，然后下面都有穿啊，下面有穿长袍马褂，没有了，就 underwear， 然后上面有贴住，然后拍背面，只是拍到背面而已。我就觉得还好。贾怡，谢谢你，贾怡，谢谢。好，那因为我们的 model 们开始做别的事情了，像郭彦均是演戏嘛，对不对？演这名天女吗？对。喜怒，你真的很爱玩这个吗？那你这样跟他玩，你要跟郭彦均玩吗？好啊，那喜怒，真的怒，你这样没有怒啊，有点阴沉的感觉。哀乐，乐中带怒。没有。所以你演戏会被导演骂吗？有啊，因为第一次演戏，这部戏是我第一部演那个戏剧，所以是演 Ella的男朋友。男朋友，对，喜欢的人。对。你当初知道跟 SHE 演的时候有很乐吗？很开心啊，因为在这部戏之前我就拍过他们的 MV 了，跟他们拍过一支 MV。
对啊 ，SHE 三个女生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那个 Ella 的相处时间比较多，因为我们对戏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对她比较了解一点。哦，对啊，所以你们的绯闻是真的吗？我们是好朋友，对。你们的绯闻是真的吗？是朋友，当然不是真的，是朋友。你们有私下约出去见面吗？没有啊。啊？你干嘛突然冒汗呢？没有，真的没有啊。那就不算了。没有，那就只是有传简讯吗？没有。哎，你想了一下哦，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怎么可能没有？哀中带喜，来一下。哎，跟人家演戏，然后连简讯都不传，会不会不礼貌？就是可能隔天很早通告嘛，就叫他起床嘛，就这样哎。我在为难郭彦均，郭彦均蛮累。啊，什么？不是我没有，他说没有那个，不是那个，他会传简讯叫他起床。简讯不会叫人起床啊，简讯只会默默的滴，会有声音啊。哦。郭彦均，你演那个戏的时候，就是跟他演他男朋友，有感觉到不好意思吗？吻戏的时候会害怕，因为跟女孩子对吻戏的时候，我觉得我怕会让女孩子不舒服，怕女孩子会感受到好像被侵犯的感觉。那有沟通吧？有。然后有吃口香糖？没有。有，我那一整天不吃东西了。可是你不是有一次演吻戏就吃完菜就去吻了吗？哦，那是那个是吻戏，是突然加进去的。突然加场的，就吃完饭以后就突然加场加吻戏这样，是谁跳拍的嘛？是谁要加场的？不是，没有，是导演的。结果对方有露出痛苦的表情吗？没有啊，我们拍吻戏都还蛮顺，你都蛮快的。哦，对啊。都亲哪里啊？吻戏还能亲哪里？脸颊吧，只亲脸颊。嘴巴也有。嘴巴就是停在那边的那种吗？对。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你装什么无辜啊？不是啊，我讨厌那种看吻戏就是这样亲，然后就停在那边，超没感觉。哦，没有借位，没有借位，就是嘴巴碰嘴巴。对对对，有心跳加快吗？对不对？啊啊！你如果说谎的话，你就会得香港脚。有没有？有没有开心？还好啦，工作嘛，我们彼此都希望赶快拍完，赶快结束。很快。对啊。所以郭彦均被选去演《真命天女》的时候，郭彦甫没有去应征那个角色。我在新加坡。哦，对啊，演另外一个戏。还是没有，因为你没有被选上，所以去新加坡透透气。没有，我在新加坡拍另外一部新加坡当地偶像剧。那你们两个出了一个唱片吗？哎，对，是啊，是啊。哎，我的呢？这边。什么？一共有这么多张？ Tomorrow， 我们的专辑这不是同样的一张吗？不用拿起来三个啊！我们专辑在12月30号会发行。OK， 那歌是名叫 Tomorrow， 什么路线的？抒情、轻松、诚恳路线。对，诚恳路线，诚恳路线，边唱边跪，是不是？没有了，没有了。你们的歌声好吗？不过他还有比唱歌更屌的。不要不要不要！什么？讲一下，讲一下，就讲成那样了。好，可以公布公布权。好，要看呢。超好笑，超好笑。对，可以。好啦，出来吧。哦。还有自备道具模仿郭富城哦。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靠近你背对你都错。你的温柔背后，藏在心里的我，真的怕了，爱不属于我。一定从小就想要当歌手啊，好玩啦、啊！就如果有外形又会唱歌，不是就会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当歌手啊，好玩，有很温柔的一面。谢谢你，谢谢。小林，瓦力亚，瓦力亚，我也要。听说你给阿里要带给让大家很耳目一新的东西、哦，我要来娱乐大家。好啊，我想你要干什么？我要唱一首台语歌，哪一首？给凹，为什么会选这一首？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那个歌词很有意境，然后旋律什么都很好听。哎，我想要在你唱歌前先问你一下，你到底跟前男友复合了没啊？其实到底复合了？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像杂志上面写的那样，只是因为我拍戏那段时间比较忙，所以可能因为我又很容易紧张。你说跑去打贴的那个前男友吗？不是，就是被传了。还有5P呀什么的，就说我P五男啊。你有 P 五男啊？Check it out！ 你有 P 五男啊？就是上面写的，一周很少。结果你 P 几男？
根本没有 P 啊。是这一个吗？就是同一个男朋友。那为什么你们会一直有新闻？我觉得其实可能因为我是模特转战演艺圈，然后所以大家会比较注意，对，放在你跟男生的互动，对对对。所以这个会有让你不适应的部分吗？觉得说，其实我现在真的有比之前好很多。你之前在家里哭哦，有崩溃哈，一个女生这样子，就会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人，然后我会一直觉得说我已经很胆小，然后很努力。很紧张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可是大家好像都没有把焦点放在我的工作上面，而且好像大家都认为，比如说可能只要是有一些些大家会注意到的女生，他们就要把一些男生一直拉过来跟你传一些东西。可是我觉得，其实真的应该要多看看台湾现在其实很多新生偶像他们的戏是不是？可是 model 里面有很多 model 都被乱写，不是只有你耶。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也看开了。看看，就是因为还是要过日子，不然怎么办？你看到别的 model 被写得更惨的时候，有没有心中高兴，还说哦还好不是？不会高兴，我只会觉得就是自己要多小心。那如果说有我认识的朋友，会也是多叮咛他们，然后真的是就是你不再是一般人，你是公众人物，就是自己要小心，因为你可能抠个鼻屎啊，或是屁股痒抓一下，都会被写成是很大条的新闻。那你现在就是一直以来都是那个男朋友，很稳定到现在，哦，终于问了，对呀，啊，不要再问了啦，对呀，啊，直接问到一直问，你就是大方的讲清楚，然后就有这样子，对 ，OK 了，对，好。那其实因为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新人，嗯，像康哥应该记得我第一次上，有啊，记得啊，对啊，我都不敢讲话，然后会不知道怎么回应。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康熙的时候，我们还播了你的那个广告作品，对，然后你还有翻。翻跟的往前滚翻的那一支广告，跟他的样子很不一样。然后我们还研究了一下他的造型。那那个时候他的表现呢，在现场的就觉得他很漂亮啊。嗯哼，那就乖乖的，很稳定。大概只隔了半年，他们就一批人全部都被杂志写的乱七八糟，好像就其实也对了，就是因为在太短的时间里面，然后就马上进入这一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相信。跟我一样的这些同仁，他们进这行，因为在太短的时间进去，他们自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我觉得大众也还来不及在这么短的时间接受他们，所以可能就会时空交错，会有一些。没关系啊，大家现在就更认识你们。对，其实也很谢谢。当明星的时候有比当那个 model 好玩吧？有接触到对他的我们的工作领域整个变宽啦，像演戏，我觉得我学到好多的东西。你好像很喜欢演戏哈，对，我觉得你不会给我来没有戏不来的，没有，我今天真的是来娱乐大家，我唱一首那个放感情唱。好，放感情唱哪一首？给奥给奥，这首歌好好听，很浪漫。其实因为唱都是去 KTV 里面，就是朋友大家闹着玩唱。没有专业水准，没有。如果我们觉得，就像你知道，我唱走音，大家会笑，我不介意。如果我们大家觉得你唱走音，然后笑出来也 OK 吗？可以。好，那就好。哦，加油！放感情哦，放感情。所以你平常去 KTV 常常点台语歌唱？其实没有啊，就是觉得像真的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而且我也不是自己听到，是听到朋友唱，然后觉得哎，还蛮好听的台语歌，对，很有意境。大家加油吧！谢谢你们今天来玩，谢谢。来喽，拍喽。
去了。OK OK， 好，这样就拍到有没有？啊，好，所以我们有一张。你不觉得好丑吗？徐弟在旁边做鬼脸，这是副总统第一张自拍照，对不对？对啊，就不好看。很漂亮啊，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所以我们还帮副总统输入了很多现在年轻人听的这得金曲奖的歌曲。好听了，好听了。那当中呢，我们来听其中一首看看。这首没有得金曲奖，但是很红啊。有有有，这是谢金燕的歌，对不对 ？Come on， dance with me， 秀莲 ，Come on。你们两个跳给我看好吗？不用，谢谢你。所以我们希望副总统可以收到一个这种年轻人常常玩的。